造型。专业模特儿穿着时尚设计师打造出来的作品，让人看得目不暇接。无论是高级定制晚礼服，还是大胆剪裁的裤装，每一套都充满了秋冬魅力，也充分感受台北的流行时尚。大家也都希望，从 T Fashion 时尚基地呢，彼此就像一个平台，大家教学相长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可敬的对手。那就像我想，在这个基地里头有很多不同的元素，就包括说，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高科技的机能上面，也搞不好今天像比如说像凯珀啊，就会让我们很多的这些让服装啊等等都能够很安全、很保险。为了培育台湾更多的设计人才，辅导具有潜力的设计师，北市府与 T Fashion 时尚实验基地合作，汇集31位新锐设计师，举办秋冬联合展演，让更多人参与，推动时尚流行元素，也带动产业跨界发展。设计师当中呢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更多很棒的作品，上中下游的产值一起做发挥。比如说从机能面料到这个设计师的手工，到永乐市场的加持，到我们把他们变成了每一个人分众的市场。位于台北市大稻埕永乐市场4楼的 T Fashion 时尚实验基地，结合时尚、布料、零件、工艺与艺术，与楼下邻近的布业商场形成一条龙的定制体系，也让设计师能有一个共享平台，彼此教学相长，共同玩转台北的时尚氛围。记者曹东华采访报道。